这是，哎呦我的妈，奔驰 E 啊，奔驰 E 啊，吓死我了啊，奔驰 E 啊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渣男开大 G， 渣女奔驰 E 啊，你明不明白？你们没有镜子，没有尿啊？哪个省份的那个渣女门槛这么低呀、啊？你还配渣女？你好，你老公三六七千说的。你好，看一下，我给你算的这个是时尚啊。你现在差多少钱呢？差五十五万。差五十五。这就有七千六啊，就零头啊。交期哪项啊？哪一栏？第几个字段能交期啊？真是的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，上车上车、啊、咋去呢？我这车吗？这个车，这是我的。那不好意思，这车能有这个贵吗？这个你别管贵不贵的，现在你这么买你都不好买，上哪有门道啊？赶紧坐车，我老快了，弄的那也行。